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位于新高原寺的 share house， 那这边请进。一样哦，我们家特色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箱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还有就是放雨伞的雨伞架，那一样是用密码锁。我们这边直接进来参观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一栋非常漂亮的两层楼的建筑物，真的很像家。你看，光是玄关就这么大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鞋柜的部分。你看鞋柜。都有规划，你每个人都有你自己放鞋柜的地方，然后当然不止这边哦，这边总共十间房间，所以鞋柜的话基本上有这些，当然还有这边也都是。好，鞋柜的部分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一楼，好，这边又回到原本的地方了。那一楼这边进来，那边是鞋柜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一楼有什么，基本上呢一楼呢也有这个厕所跟这个洗澡的浴室。好。来看一下，这边是这个浴室的部分。先来看一下洗脸台。好，那洗脸台的话，这边里面呢还有这个收纳的部分，没有就有贴那个房间的号码。洗衣机基本上是免费的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是带有浴缸的浴室，好，比较特别，它真的像家的感觉。那这边是一楼的厕所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免治马桶。那这边总共是十间房间的 share house， 所以每个星期呢，打扫人员会来清扫这个公共空间，一周一次。那厕所的卫生纸由我们补充，垃圾袋啦，还有一些就是洗碗机洗碗的海绵都是由我们准备。那刚好一楼的105号室今天是空房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基本配备是什么？冰箱、桌子、椅子，好，冷气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是床铺，好，那边还有一个开放式的衣架。基本上你现在看到这边全部都是房间里面的基本配备，每一间房间都是一样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二楼有什么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楼梯哦，也是很豪华的感觉，就是很像家布置的，很温暖的感觉。那当然呢，这边有贴一些就是垃圾的分类方式啊。现在上来之后看到的是一个大客厅，好，那我们现在直接转进来哦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楼，一样有这个浴室，这个是二楼的浴室，那跟一楼一样哦，一样都有浴缸，好，好的，然后洗衣机也有，那洗衣机这边呢，还有就是你可以自己收纳放洗衣机的地方，那这边呢是二楼的洗脸台，洗脸台一样哦，每一个房号。都有你自己可以放东西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最期待的这个厨房。好，那当然厨房的话，垃圾分类都是要做的，大家轮流倒垃圾。大家可以看，是一个非常大的厨房。这个台面大水槽，然后呢炉子三口炉，然后这边有日本的他们烤鱼的这种小烤箱。那当然还有什么呢？我们的吐司小烤箱，还有这个微波炉，基本上都是共用的。那我们还帮就是房客准备了，大家可以看到哦，这边有写的房号，每个房间都有你自己收纳的地方，好，所以可以维持环境的整洁。好，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客厅。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客厅的部分，我们有一台非常大的电视、餐桌。然后沙发，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呢，二楼有室外的阳台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可以晒衣服。室外的阳台像这个感觉，今天刚好天气有点阴阴的，所以这个晒衣的话基本上是共用的，大家都可以来这边使用。好，那来讲一下这间 share house 的特色在哪里，它就真的很像是日本人这在住的家里，然后是两层楼的，好，然后很有家的感觉。那它位于新高原寺丸之内线新高原寺，搭到新宿站大概10分钟左右。哦，那你这边步行其实17分钟也可以到这个高原寺站，中央线的高原寺，所以非常便利。附近呢有这个便利商店啊、超市，然后这个区块呢真的是一个很安静的住宅区。如果你喜欢像这样子，比如说有浴缸啦、啊，或者是像厨房有瓦斯炉啊，你很喜欢这种煮饭啊，就是很温馨的感觉，我们非常推荐你这一间 share house。那我们在东京等着你。